李总，这个是海外项目的合同。吴律师都审过了吗？对，红字部分都是他的修改意见。没什么大问题，那要没什么大问题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先坐。妈妈身体好些了吧？哦，好多了，谢谢。最近忙吗？最近还好，不太忙。不太忙。那为什么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？发个短信也不可以？您是想问我考虑的怎么样？对。我考虑过了。算了吧。为什么？瓜田李下，公私不分，工作不好展开。就这个原因。嗯。那我现在很郑重地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呢，是公私分得特别清楚的人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嗯，其实也还有别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我这里是紫竹院售楼处，通知您尽快来选房了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喂，穆佳，他们通知你选房了没有？你赶紧去，现在去，明天可能就没有好户型了，你得抢到其他人前把房子选好，定金交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现在在忙，我真没时间去选房，你让其他同胞先上，拜拜。要去哪儿选房啊？审判？哦，紫竹园。陪你去选房吧。不用了，您那么忙。要不去选房，要不你就坐在这儿，给我想出一个合适的解释来，你自己选。去选房。李总，下午那个例会还是……我知道。我在住建局，会议改明天吧。还有一会儿让小周来接我一趟，随后把地址发给你。好，好。别用这种看坏人一样的眼神看我，行吗？哦。哦。你就是个小王八羔子，我跟你说。接个电话。您二位先喝点茶，好好好，我去安排啊。嗯，谢谢。你说他找我干嘛？吵架，哎，莫总啊！哎，李光，哎，我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是啊，晚上你看看有没有时间，咱一起吃个饭。莫总啊，你这每次都是即兴饭局，我就算有空也不能说有空啊，搞得像是我很闲似的。
再说了，我今天跟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一起吃饭，要不我们改周五怎么样？哦，那就算了。嗨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电话里说吧。你稍等啊。你说。黎明大厦的事呢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我同意转让5%的股权，好吧？好，可以的。啊，对，还有，我们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嗯，那我也同意复工了，好吗？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先这样，我挂了，拜拜。我俩还妥协了，黎明集团将成为黎明大厦的第一大股东。恭喜你。谢谢。我不管你现在懂不懂品酒啊，今天必须陪我喝。那是肯定的。我很高兴。我也高兴。稍等我一下，打几个电话。哎，方舟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可以复工了。对呀，莫大海刚打个电话过来跟我说。那天，李光请我吃了顿最普通的家常菜。就是最顶级的红酒，也就在那一天，莫大还妥协，愿意转让5%的股权，只求尽快复工。就这样，黎明集团成为黎明大厦最大的股东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，黎光打得三番五斗，时而强硬，时而绵柔，终于拿下了他的理想之城。如果说我跟吴律师学会了吹角连营、英勇进攻，跟这个男人则学会了耐心防守，以退为进。我站在城楼观山，这边那儿就我家。来，这就是我家，请进，往前走。看看我的大书房。大叔住的房是四环。不，三环 CBD。长期睡不着觉的失眠症患者，睡到9:30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吴律师没来呢吧？没呢，放心吧。想吓我一跳。大家好。
们家，我昨天喝断片了。我进来了啊。你在不在里面？我进去了。在哪儿啊？哦，我上班呢，怎么了？走都不知道打个招呼是吧？你不是睡觉呢吗？是咱俩又没发生啥，又没有一夜情。我跟你谈感情，你跟我谈一夜情？喂，李总好。李总，这个有些李总，海外的项目合同已经修改好了，要不要李木江来拿？不要。好吧。